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款，它是编号是 AC01， 取名叫做 Arms Iron， 然后是使用了领袖之证 F1 版 Bokeh 的模具呢下去做，应该只是高仿加上配件包。那这个配件包的话呢叫做梦工厂 Dream Factory， 不知道跟之后的梦工厂是不是同一家。那这个配件包的内容的话呢，它可以组合成一把大锤，然后还有这个后面的话呢会有一个防撞杆的部分。那这个我先直截了当的说好了，我现在的话呢这个是正版，这个呢有加配件包的呢是这一次的这个 Arms Iron。 然后这个 Arms Iron 的话呢，它附带的这些配件的话呢基本上如果你当年没有买到这一款的话，你应该是已经买不到。所以如果你指望买到这个配件包，我直接了当的说你可以直接就把这款带回家，它可以满足你对这个 Bokeh 这个模具呢一些加分的部分。那我们先对比一下，把配件包的东西给拿掉好了。它的配件包的话呢是后面这个部分，我先把它给组合成一把这个大锤的形象好了。这个刺弹的话呢是本来模具就有原本官方的放法是放到这里。那我再讲个题外话好了。这两颗呢因为我不小心把它混在一起，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正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以摸起来的触感来说这一款比较扎手，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这一款 KO 的。然后呢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正版。然后我先把这个配件包给解决掉好了。配件包的话呢人形有人形的安置方法了那么呢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里头有一个洞，就把它给扣上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两侧都给它给扣上。这个扣这个的话呢基本没有什么难度了然后这个武器这样子搭载一下，这边扣上去，这里再扣上去就可以变成一把超级大锤。这个也是，那你会发现中间的这一段配色不太一样，这是当年的梦工厂版本，然后这是这一次的这个 KO高仿，然后就是超值版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配件那一个配件是哪里呢？后面的这个 bomber， 梦工厂的话呢也是有这个 bomber 的。那个 bomber 的话呢，我这款正版的话呢这个的话呢因为它在人形下呢没有适当的组合地方，那我平常玩具都是以人形在摆放嘛，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我放在它原本的盒子，那个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把它找出来，实在是埋得太深了。所以给各位看一下，它后面加上这个之后 Bomber 之后，它后面第一个好处就是它后方这个突出了一大截，那这个对车型的修饰是有加分的。第二个它就是把这两块部件弄得更加的密合一点也就是当年大家抱怨所谓的一个钢裂就这个地方就把它塑得更紧一些。那这两款在车型状态下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看这轮胎，官方的模具是打铆钉的，所以它这个滚动性呢非常的好，真的很好。那这一次的话呢这个很明显这个推车的流畅度是逊色的一大截。再来以塑胶，这一次的胶你会发现它稍微有一点消光，那反正官方的这个模具这个光泽度可以看到。那哪一个感觉比较好其实我自己觉得吧，这一次这个消光的感觉是比较优秀一些。挡风玻璃一样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个茶暗灰色。然后这个引擎盖的密合度这 KO 版反而做的比较好一些。然后后方的话这个密合度我觉得两个我认为是半斤八两差不是很多。但是车型状态下呢你会强烈的感觉到这个推车的这个滚动性这个流畅性的话呢，官方的版本呢只是在推车的流畅跟续航力都是有比较加强的。但是这个部分能不能成为致命的一个决胜点，我相信并不是。我想很多人还是冲着配件包去买这一款的。而且它本身的话呢 Bokeh 这个模具的话呢现在你想买到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了。我讲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况， F1 版的 Bokeh 刚推出的时候呢就蛮抢手的，它有一段时间呢 F1 版的 OP 很多，它的话是买不到的。除了在2013年的时候，它
还有一段时间疯狂的出清跳楼之外，可以说自从梦工厂的这个配件包推出之后啊，这一款 Bokke 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买到了。那我们呢换了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Arms Iron 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它后面呢多了这个配件包，我们还是一样暴力的呢就把它给取下来。那我的习惯吧，我们先从车头开始变形起。车头的话呢，两侧的部件，它两侧中间是有个结合卡扣的先把它给分开，然后的话呢把这个腿的话呢从这里把它给伸出来，那里头脚掌前后分开。这个脚掌正版的话呢这里一旦扣进去非常的紧，这个 KO 的话呢反而是比较适中一些。然后把这个部件的话呢给拿出来，拉出来之后我们把这个车头这部分往下放，然后引擎盖的部分呢把它给往两侧给松开来，它这个引擎盖会变成一个肚子的部分。那把这个人物做胖可以说是最高难度的一个挑战了那把这个地方松开之后我们把这个手臂呢从这里，然后先把侧边这个卡扣，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主要是这个黑色这里有一个凸，黑色这里有个凸，它跟这个地方的组合先把它给松开，这里也是一样松开来，然后呢沿着这个双动关节先把它的话呢给往前面推过去。我们先把两只胳膊呢从这个胳膊从这里头把它给翻出来，翻出来的时候呢是由上面过来，然后呢再把原本推到前面这个部分呢给扎到它的后方去，这样的闪过它。这里呢也是一样的，这里闪过它大概到这，然后我们先把手臂的话呢给放下来，这个手掌拳头从里头推出来，再把这个肩甲呢往中间集中，这里也是一样，手臂转到一个正常的机器人的一个手臂的角度，肩甲的话呢往上面推上去然后这个手臂从这里把它给翻出来。那这里的话呢头的话呢是这里先折下来，先折这样子，再把这个头呢给翘出来它这个头是这样子变比较轻松一点点。然后呢再怎么样呢把这个部件往下放，那这里有两个绿色的凸，这个跟这个我们把它往下折，折下来绿色的这里有两个绿色的凹槽在这，把它给扣上去。扣上去之后你看到这个地方有绿色的凸跟一个卡扣在这里，那扣这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利用这里的多重关节把它给咬合咬进去，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结合卡扣，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扣错的吗？没错，对，是这里不对，扣到看一下对，没错，是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好，然后呢这个翅膀记得是往外侧给折出来，这里也是一样到这边。那这里的话就是怎么说，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这一片是很外面，这一片呢折到里面去了，它要把它包到这个上面这两片的外侧，这样一来的话呢机器人呢才能够显得对不对更胖推过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部件在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好，扣进去了。然后这里不小心爆开推进去，它这里推进去它有一点呢是把它给就是前面有个力量往后推，那后面的话呢又把它给扣住的感觉，就是硬绷的感觉，就是要把这个人物的肚子给绷胖的感觉这个设计来讲这一款玩具着实是优秀，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设计感觉。好，这个胖胖的一个机器人的形象就这么样形成了这个是使用了领袖之证 First Edition 这个 Bokke。 那我会强调这个是 F1 版，因为这个 Bokke 的话呢它是有这个 Robots in the Sky 的一个 RID 版， RID 版的话呢玩具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好玩，
但是跟 F1 版相比，就是他肚子的话呢，就本个整个被掏空，就瘦了，就瘦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本身虽然他胖啊，但是胖是胖正面啊，侧边来看，你要正正看，它还是有很多空洞，但是本身模具就是设计成这样，然后一样，这里有个假轮子，一样在这里，啊，这个部分的话呢，他们还是一样没有补上涂装了。那么它的话呢，膝盖啊，这个地方，各位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它这个齿轮关节的声音呢，比正版的话呢要稍微响亮一点，要稍微响亮一点。然后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正版的这一款，我这个的话另外收起来，因为你看，它在人形状态下它是没有的安装的，所以我就把它另外收起来了。啊，对了，看到这里，它这两个车头灯啊是可以挑起来往上面翻那个角度，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去变这个部分，啊，不是我漏变，是我不想变啊，反正就是漏变了。Anyway， 你看我正版的这里有变，但是它没有，然后。各位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两者的塑胶还是一样啊，正版的话是反光强度比较强的 ，KO 版稍微有点消光的感觉。整体来说，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关节的话，我觉得它的响亮度 KO 版的响亮度比较高，然后整个这个脚趾头的这个松紧度，正版的话呢要紧很多，其他的话呢。我个人来感觉吧，整个这个 KO 版的话呢，塑胶都是比较偏软的，跟正版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啊，因为我手上两个都有，就很明显的手感还是官方的比较好了。但是现在你买不到的情况下，这一款 KO 再附上这些配件的话呢，看一下网络上的价格，其实就单看价格，你不去讲什么版权设计的话啊，它的 CP 值还是挺够的。那机器人的话，如果你没有正版的情况下，你单独去把玩它，你也会觉得它其实还是蛮优秀的啊，并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说很糟糕的点。那它这个锤子的话，如果你不想弄成锤子，它是可以组合在手上变成一个手炮的一个形象。那我再提一下，其实当年我们真的是都是很容易满足，其实当时还没有这个配件包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脑补说，哦，他的手只要折这样子，他就变成是两管火炮了啊，因为在动画片里头呢经常能看到 Bokeh 是以这个两手火炮的形象做战斗的。那他的一个扣进去的方式的话呢，我看一下，他里头就是有这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那扣的时候是有这样把它给扣进去，好，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感觉，就很大的一个大炮。那总而言之吧，言而总之吧，因为它附带了当时梦工厂的配件包在一起，所以对这个产品的话呢赋予了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附带价值。特别如果你没有买到当年的 F1 版的话，那我会还蛮推荐说你可以入手啊这款模具呢，体会一下啊一个胖胖的机器人变成一台还蛮彪悍的一台，应该是越野车吧，这种手感我觉得还是相当可以。那今天的话呢已经三更半夜了啊，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已经很疲劳，但是不赶快拍一拍的话呢，好像我的工作量会累积的更多。好，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